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天清菩萨的往生论所说的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，不可思议。这十七种啊，我们学到第十三，主庄严啊，第十二，我们从第十三眷属庄严啊，主是老师。眷属啊，是学生。诸菩萨众，由如来正觉之化化身也。这个眷属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极乐世界可以说是纯而不杂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具足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条件，条件不符合就不能往生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啊，我们知道有菩萨，有二乘，有天人，也有修罗罗刹啊，人道里头也有善人，也有恶人啊，男女老少啊，还有畜生往生的，鬼道往生的，地狱往生的，多了。无论在哪一道，都要具备经典上跟我们讲的条件。啊，这个条件最主要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发心里面还有条件啊，《弥陀经》上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可见的这是重要的条件啊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总纲领总原则，阿弥陀佛决定不会违背。那基本条件那是什么？戒定慧三学啊，三学六度六合，这是基本条件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必须要具备的啊，不能说这个净土法门例外啊，不要戒定慧，不要六度，这不可，做不到的。因为经上讲这个讲的太多了啊，净宗法门是普贤法门，跟普贤的关系最密切啊，这个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，所以早年我在美国认识
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在美国只住了一个月，回到北京。啊，我到北京去访问他。啊，他希望我在美国、加拿大、在海外建净宗学会。啊，这是夏莲老一生所希求的，在国内没有做成功。啊，只是提出这个名字没有成立过。啊，我非常非常欢喜接受啊这个理念。啊，实在讲，净宗学会就是以前的联社，啊，换了个新的名词，内容没有两样，啊，就是联社。啊，现在说联社，很多人不理解。啊，尤其呢，这都是宗教的名称，宗教的这个气氛很浓厚。啊，夏老有智慧。啊，他说我们佛教的道场啊，都应当用学院、学会。啊，学院呢，培养人才的地方；学会呢，是修行的道场。啊，这个想法了。非常之好啊，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成立的啊，我到那边去讲经，去住了一个月，讲完之后，他们大家就成立了啊，加拿大净宗学会的头一个，我从加拿大。回到加州啊，在那边讲经，那边的同学就成立一个美国净宗学会啊，在不是在三藩市啊，是三藩市有一个小镇啊，桑尼维尔，杨一华。那一帮同修组成的，现在还在。啊，这是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。以后到处去讲经呢，好像美国跟加拿大一共有二三十个会。啊，现在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我在离开美国之前，我知道有三十多个。啊，现在在全世界，净宗学会最多的地方是马来西亚。啊，马来西亚听说政府注册的有50多个，没有注册的大概可能将近有100个。啊，净宗在马来西亚特别殊胜，啊，哪一个地区都比不上。真热心啊，这是好事啊！真正学佛的人多了，这地方就好了啊，社会安定了啊，这地方啊，少灾少难啊。澳洲也有不少。也有好几个，净宗学会。澳洲是地大，人少，啊，人口居住都是密集在沿海，
内卢啊，很少人住，所以沿海这几个大都市都有净宗学会。那么净宗学会初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。 提出具体修学的方法，五个科目，我们所依据的净土五经一论，理论跟方法都依据经教，五个科目的形式上的科目，第一个是净业三福。 这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出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佛告诉维提西夫人。 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。 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接着佛又说：“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”这句话重要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凡夫菩萨修行成佛，都依这个三条。 这三条是净业正因，这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我们很明显能够体会到，第一条是凡夫的净业，第二条是二乘的净业。 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经验。那修行如果说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菩萨？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往生极乐世界，也就是佛说了这三个条件要具足。 那么第一条里面第一句“孝养父母”，我们做到没有？第二句“奉事师长”，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孝亲尊师，不具备这个条件，就不能往生了。 所以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。往生的人决定具足。孝亲尊师应该怎么做法？我们把它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 《弟子规》就是讲孝亲尊师的，从小教起。慈心不杀这第三句落实在《太上感应篇》因果教育，最后一句修十善业。
十善业道经啊，这一句里头，儒释道的根显示出来了。中国在过去啊，帝王时代可以说是每一个人从小都受这个教育，他根底厚啊，中国可以说自古以来历代帝王他标榜的都是以孝治天下，没有一个帝王不讲孝道，孝亲就会尊师啊，就会尊敬长辈。满清的末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对于中国传统就疏忽了，还讲，但是讲是讲，真做的人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啊，所以世间称他们叫伪君子，啊，不是真的，能说不能写。可是到民国的时候呢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民国连伪君子都找不到了。啊，于是中国人在这100年当中，把传统东西丢掉了。现在讲到儒释道，大家感觉到好陌生呐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就连弟子规都不知道。我们过去啊，在庐江汤池小镇做了一个实验啊，办了一个中心，就是推动弟子规，就这一样东西啊，做了3年，有非常好的效果啊，当地的这些人民欢喜啊，不晓得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，啊，没有不赞叹的，没有不欢喜的。我们做这个实验是为联合国来做的啊，在那几年当中，我参加许多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每一次会议里头我都有主讲啊，我把中国传统这些东西介绍给大家啊，大家听了都很欢喜，从来没听说过。可是会后，我们的会友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聊天，很多人提出问题来问我，说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说这是理想啊，这个做不到啊。我是被大家这样一个错误观念激动的，感到非要做出样子来。中国人讲样板，你不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他不会相信。啊，于是乎我就想找地方来做实验。啊，在
啊，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就找过，啊，在新加坡，在印尼跟澳洲，语言都不成熟。啊，我们想用一个小镇来推动这个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《弟子规》的教学。2005年的年初，啊，春天，我记得是春天，我回到老家，啊，离开老家70年，回去看看，啊，还有一些亲戚，啊，同族的，啊，平辈的这些兄弟们。还有30多个人，啊，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呀，70岁回去了，感慨万千呐！他们请我吃饭，啊，我把这些年在海外流浪的状况向大家报告，啊，就讲到。参与联合国这种事情，啊，想找个地方做实验找不到，啊，家乡这些，这父老兄弟听到之后，他们很热情，哎，就回来在我们家乡做，啊，当时地方领导也赞成，也欢喜，啊，这样就把它做成功了。啊，原先预想总得要2-3年才能看到效果，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。啊，我们这群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证实了2桩事情。第一个是古人所讲的人性本善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人性真的是善啊！只是没人教他了。第二个真实一桩事，人民是非常好教的，怎么不到3个月他就回头了？他就从凡夫就变成君子了，啊，就懂礼貌了，良心发现了。不愿意做坏事了，不愿意欺负人了，真难得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。啊，但是按照中国法律上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不如法。啊，因为我们是出家人身份，又是海外的人士。啊，政府的政策，啊，海外这个出家人可以回国探亲访友、观光旅游，这没有限制。不能从事宗教活动，我这个虽然不是宗教活动，是传统中国文化活动，但是是出家人做的，这不行。啊，所以中心最后还是关闭了。啊，先停课，以后就关闭了。啊，我们的老师现在有部分在马来西亚。继续在学习，啊，我希望他们个人认真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儒释道的3个根，啊，期间呢10年，没有10年出不来，10年之后
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。啊，我是两次访问过伦敦，啊，专门去看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啊，这是欧洲汉学的中心。我跟他们交流，跟他们的教授，啊，也很熟。啊，我对于他们的这些学习，我很佩服。啊，他们不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他们文言文的功底，用现在的话来说说，那是相当的深。啊，能读中国的文言文，能看中国传统的古著，这现在一般大学文学系都不行。啊，我们都不能不佩服啊！啊，跟他们在一起不需要翻译，啊，都是学汉学。啊，今天一流汉学的老师啊，这教授啊，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没有人沉船，汉学会中断了，那就真可惜。典籍都在，没有人能读了。啊，所以这二三十个老师。啊，他们发心沉船，哎，也办小型的讲座，有兴趣修学的短期班，他们每一年大概是三次吧，一次是45天。啊，海外人士有兴趣去学习的都欢迎，但是最好呢是从事教育工作。这是个教育文化事业啊！有这么多人发心，汉学可以能够传承下去啊！真正有三五个非常优秀的一流的教授，汉学将来会发扬光大啊，我相信这些老师现在虽然是默默无闻，啊，10年之后一举成名，我相信世界上第一流的，啊，这些学校，啊，里面有汉学系的，都会聘请他们去做教授。啊，那么利用现在的高科技，网际网络跟卫星电视。啊，要是有一个专门的频道，24小时不间断，这些人轮流来宣讲，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到，从网络、从卫星电视来学习。啊，这个样子，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啊，解决21世纪。社会问题啊，我们也可以再附带一下，化解21世纪地球的灾难。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为什么？灾难是人心不善的业所感得的。啊，这佛经上讲的非常透彻了，儒道都不例外啊。
都有同样的一个看法。人如果心地清净善良，社会就安定，灾难就会化解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就是教我们做这个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他给我讲一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上这个课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一门课就改变了我一生。啊，原本对于佛法、对宗教一无所知，而且产生很深的误会，以为它是迷信，以为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，这样完全错了。啊，老师给我讲明白之后才恍然大悟啊，世间有这么好的东西。啊，从这个之后啊，我几乎把其他全放下了，全心全力来学习经典。啊，学习经典期间，张家大师给我奠定了根基，啊，基本的观念，啊，接受李老师10年的教导，啊，一生学习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这张家大师教导的，啊，一生以用现在的话说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教师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身份，讲经教学49年。啊，所以佛法真的是教育，它跟宗教不一样啊。它尊重宗教，赞叹宗教，它本身不是宗教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在大乘里头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如果你学到的是迷信的宗教，啊，是宗教的佛教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我学习到今年60年了。啊，最近这10几年，我又发现了。大乘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，同样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今天研究太空物理的，研究量子力学的，这些全在大乘经里头。大乘经讲的比他们讲的细，讲的透彻。啊，他们里面还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，在大乘经典全解决了。
高等科学啊，因果确实是汉学的，欧洲汉学的大本营啊，所以汤恩比能够有这样的认知。啊，有这样英明智慧的指导，啊，我们很佩服啊。啊，方老师特别给我介绍的是华严法华。啊，这是大乘经里面一乘法了。啊，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主修的是楞严经。啊，我记得我楞严经曾经讲过七遍。啊，但是楞严经长，七遍好像只有两遍是三遍讲圆满了，啊，其余几次的语言不足，讲了一半了就中断了。啊，这个经在中国佛教界是很有名，所以所谓啊，开会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。啊，它跟《法华经》等量齐观了。啊，这是我在经教里面修学的基础。啊，也是这三部经引导我回归净土了。啊，要不是这三部经。我对归净土很难接受啊，所以是华严、法华、楞严引导我归净土那么《往生论》里面这一条眷属庄严诸菩萨，这是往生的人，往生的人通通都称为菩萨。啊，即使他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的加持，他就是阿惟越致菩萨，他不是普通菩萨。啊，所以西方世界纯菩萨的法界，啊，这个里面身份只有两种人，你看，主老师，菩萨学生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什么地方？实在讲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所创办的，啊，特别是为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，是为这些人办的一个道场啊。这个道场目标是什么呢？即身成佛，就在一生当中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换一句话说，跟他完全一样像前面阿舍王子所说的，到极乐世界是成佛去的，成佛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
神通、道力、福报，诸佛当中都是第一。这还得了吗？这个事情不可思议。那一般讲，这是理想做不到的，这阿弥陀佛做到了。啊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发48愿。愿愿都是为他，不为自己啊，都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。六道最可怜了、啊、迷得最深了、啊、造业最重啊，啊，帮助他们一生成佛，他做到了啊，用无界的时间把48愿落实了，愿愿都圆满了。这一圆满，极乐世界就出现了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学佛的人听得很熟啊。啊，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当中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往生，我们做不到阿弥陀佛那么圆满，至少也沾一点气氛，这个很重要。那阿弥陀佛48愿的气氛，我们天天念，也天天念的时候就发心。啊，他已经做到了，我们现在没做到。没做到不要紧，到极乐世界再去做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肯定会做到。啊，愿愿要兑现呐、啊！啊，愿愿要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这个念头是不能往生的，一定为众生。啊，为自己是小乘的，心量很小啊。啊，所以他要求的是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心量没有边际。啊，一相转念，啊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阿弥陀佛的心念念想着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成佛。这前面读过，一切皆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迷了。那我们成佛之后要帮助他觉悟，他觉悟他就成佛了。一切众生本来居住的所在是华藏世界，是极乐世界。你本来住在那个地方，弥勒之后这个世界不见了。
把华藏经都扭曲了，变成了六道轮回，变成这么一个世界。在这个里面受罪，都是一念错了。佛陀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希望我们回头。回头你就觉悟了。放下你就正果了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，包括遍地都是这样。全是莲花化身。莲花从哪来的？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是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他的念力这样成就的。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缘，我们自己的念力是因。我们有这个因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助缘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不是胎生卵生，那个要受罪的。莲花化身得大自在。莲花化身那个身相，给诸位说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法。不是说像我们这边的说，人出生之后从小孩慢慢慢慢长大，不是的。这是话里头突然有个菩萨出现了，就是他来了。他修成了，他来了。他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自摸真经深深。体质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跟阿弥陀佛没两样，四十八愿里讲的，如果有相好差别的，阿弥陀佛誓不成佛，他现在成佛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相貌是相同的，完全是究竟圆满的佛像。而且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肯定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们。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立刻就有能力应化到十方世界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，你就有能力了。这个能力虽然不是自己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。你能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三十二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身。这个现身不是自己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，不会起心动念。是众生，那个感的那个众生，
他希望见到什么佛像、菩萨像，哎，你就能如他的愿，就现佛像、现菩萨像。啊，你就帮助他接引他了。没善根，帮助他种善根；有善根，帮助他善根增长。啊，善根已经增长，帮助他善根成熟。啊，现在世间乱，世间苦。啊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世间有没有呢？不但有，而且很多。如果没有众多佛菩萨化身在这个里头，这世界就毁灭了。众生造业造得重啊，这佛菩萨有福报啊！啊，他住在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灾难会化解，不能完全化解，会减轻。啊，这是菩萨无尽的慈悲也。啊，冥冥当中在加持。真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，还是以慈悲心的对待他，来照顾他，决定没有丝毫怨恨。啊，这是大乘的精神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往生，这些道理要懂，要真修。啊，努力真干。啊，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都算是圆满功德。啊，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。往生论上常讲三种。第一个是佛老师殊胜，第二个是学生菩萨殊胜，第三个是故土殊胜，啊，就是道场殊胜。啊，学习的环境太好了。啊，任何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修学，都能够把无始无明习气淘汰掉。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相，第十四，受用庄严。啊，受用是讲日常生活。受用大乘之法位、禅位、三昧位，啊，因为你往生西的极乐世界，跟在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个世界是业报身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”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发财，你以为你很能干，有这个法了？不是的，你命里头有。你命里没有，你想什么样的方法，你都发不了财。啊，你做多大的官都是命里注定的。
如果你本本分分的，你的一生会过得非常幸福，非常快乐。你要是以为我都要用一些损人利己的方法，来获得名利，错了。名利不是这种方法获得的，名利有的。名利没有，能不能获得？行，你要学了佛，佛会告诉你。命里没有财，佛告诉你求财。怎么求法？财布施，得财富啊；法布施，得聪明智慧；无为布施，得健康长寿。只要你干这三样，这三种果报你一定得到。我是早年，也就26岁学佛的时候。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这个老人好像跟李老师同年，我26岁跟他，他那一年65岁。大我39岁，这祖父辈的。看到我这个年轻人没有福报，又短命，还好的是就听话，对老师尊重，我就占这一点便宜。老师愿意教我。苦命啊！他教我改变命运。人家命里的财库啊，都有一些，我命里的财库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艰难。有短命。这个短命是造作恶业太多了。从小喜欢打猎。我记得打了3年了。抗战时期。10几岁不懂事。老师叫我修忏悔法，叫我三种布施。我跟老师讲，我生活很苦，自己过最清苦的生活，勉强维持，没有钱布施。当家大师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还勉强。他就是，你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，你要有布施的心。遇到缘分的时候，随分随力，你去做。我真听话。三种布施都修，学了2、3年，时间不算长，有效果了，收入它自然就多了，多了就多布施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。
那当时我布施，因为过去杀生，所以我喜欢放生。什么人去放生，我都会去全参加。拿一点钱，以后钱多了，布施医药，钱送给医院，让医院告诉医院。有穷苦人，这个交不起医药费的，我帮他交。我到此地，我每个月还帮助这边市立医院每个月1万块钱医药费。1年12万，10年没间断了。这里还有个安宁中心，天基督教办的，办得很好。那就是中国人讲的临终关怀，这个太重要了。这个基督教很开明。你临终的时候，无论用哪一种宗教仪式，他都会帮助你，他不障碍你。这个太好了，他军费缺乏来找我，我也是1年给他12万，这个钱是属于无微不至意外的一些灾难，还有图文巴的年轻人吸毒，前面一个市长跟我很熟。他办了个戒毒中心，经费不足，问我要钱，我说多少？要30万，我们如数给他，欢喜啊！这些属于是无微不至灾难当中你捐助他，都是属于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接受人家供养，大概90%都用在法布施上，这是印光大师给我的启示。印经，印这些善书，印的量很大。布施到全世界，乃至于不同的宗教，他们办养老院、办孤儿院、办很多这个社会慈善事业，我们也帮助。所以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慧布施，这60年来确实财用没有缺乏了，不缺乏，几乎是心想事成。法布施智慧增长，这就非常明显。大家听我讲经，年年不一样，这境界不相同啊。无微不至健康长寿，我这一生没生病。我自己没有什么医疗保险，我没有这些。我的医药费全部失掉了，所以我不能生病，我生病没医药费，这个好啊，医药费不失掉了就不会生病了，你要留一笔医药费在那里，肯定会生病，为什么？那个钱是准备养老的，你一定会老，我没有养老的钱就不会老啊，
啊，没有医药费不会生病啊，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！啊，这老师教的呀，啊，张家大师教的，我相信他。啊，他那么大的年岁，他不会骗我。啊，所以学了就真干了。啊，活一天干一天，干的都是在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身，就不是业报身。所以他需不需要饮食？不需要。极乐世界天气好啊，没有四季，没有冷暖呢，都是很温和的。啊，衣着都非常轻软、自在。啊，法性身。居住的是法性土，啊，所以他们的受用，你看大乘法位，我们也尝到了，啊，我们在这些年当中，天天读诵大乘经论，啊，与同学们在一起分享。啊，我们的感受这多快乐啊！啊，乐此不疲呀！啊，所以有同学就怕我，年岁大了，一天讲4个小时，太累了。我告诉诸位，不讲经真累，讲经不累。别说4个小时，12个小时都不累。啊，越讲。越欢喜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我欢喜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禅位、三昧位，啊，这都不是人间，连天上人、天人也享受不到。啊，色界天虽然是禅。那是世间禅，跟出世间的味道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法性身完全依靠的是心的，啊，法喜充满了。中国人古人所谓人逢喜事。精神爽，人遇到喜事特别兴奋，特别快乐。啊，那诸佛菩萨一天到晚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啊，为什么？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快乐。看到众生能接受佛法。能听教诲，欢喜啊！啊，那不能接受的，不能也知道，这业障太重了，要原谅他，不要去计较他，啊，让他慢慢的，业障消除了，他就会相信了。啊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业障真重啊！不但业障重啊，报应现前呐！啊，地受五助难庄严啊，这一句要对应我们现前的环境，我们感受会特别深啊。我们今天的处境灾难太多。啊，个人的灾难是病苦，
是忧虑烦恼太多啊，这是个人的灾难啊。共业的灾难就是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，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海啸啊，这些风灾、气候的变化啊，现在四季突变啊，春天、秋天几乎没有了，夏天特别热，冬天特别冷啊，许许多多的物种不能适应气候啊，它就灭绝了啊，物种的灭绝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，这个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粮食危机啊，水资源的危机，将来干净的水没有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能源的危机，啊，各种危机通通出现了。啊，我们学大乘的人知道，所有一切危机，与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有密切关联。哪有什么自然？没有自然灾害啊，自然不会有灾害啊。啊，佛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切众生业力所感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业力，净业。啊，天人是善业啊，三恶道是恶业。我们现在在人道啊，没有善念了啊，善念、善言、善行都没有了。那我们今天在人道要受三恶道的苦。佛说的清楚，现在受的这些苦叫花报，受完之后到三恶道就是受那是果报啊，果报比花报是更苦啊，如何拯救先前的事，这个灾难啊，连李世民都说念佛，只有念佛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佛，灾难就化解了。但是人不肯念呢，说这是迷信，这不合科学啊，真的，大乘里面很多是超出科学了啊，科学不能解释，不是不能解释，现前的科学不能解释啊，或者是再过几十年，再过几百年，科学就能解释了啊，但是几十年几百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啊，这一桩事情只有深入大乘的人知道。啊，知道了，救不了这个世界，至少得救自己啊。化解不了世界的大灾难，至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，这些灾难应该把它化解，这可以做得到。啊，如果我们修行的功力够，我们住在澳洲，澳洲这块土地上不会有灾难。啊，功夫不够，
澳洲还是有灾难。我们居住这个地区，啊，这个州、这个城市不会遭灾难，这是真的，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越多越好，要真学，假学佛的人不行。啊，要真修，要真正把心态改变过来呀！啊，佛是什么心？佛天天教我们发菩提心。啊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、最明显的话表示出来，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。没有虚伪啊，真诚到基础，叫至诚感动。我们能感应佛菩萨啊，真诚心的自受用，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啊，真诚心的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要这样存心才行啊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他离苦是悲心，帮助他得乐是慈心。啊，离苦得乐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开悟，啊，破迷开悟啊！所有一切苦都是从迷来的，啊，真正的乐是从觉悟来的，啊，所以佛、菩萨到这个世间来，帮助众生，啊，无不是用教学的方法。用示范的方法，自己真正做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示范教学，啊，这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救济呀！啊，迷要是破了，你的灾难就没有了，你业障就消了。迷不破，业障消不掉，灾难没法子避免。啊，觉悟就真正得路。啊，觉悟了的人法喜充满，觉悟了的人绝对没有忧虑，绝对没有牵挂，啊，绝对没有妄想。啊，觉悟的相是舍己为人。啊，人还有自私没觉悟。啊，他是轮回心，他造轮回业。啊，头一个把自己舍掉，无我了。啊，怎么个无我呢？只有别人，没有自己。我活在这个世间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就是大菩提心。这能消业障啊！啊，有我就有业障，无我，业障就没落绝处了，业障自然就没有。只要你有我，就有业障。啊，只要有我，你的冤亲债主就能找到你，啊，就能找你麻烦。我没有了，冤亲债主找不到了。啊，找不到不就算了？那没法子了。啊，
所以你不知道无我的乐趣啊。无我就无主难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永离身心苦恼，受乐无间断。哎，无我，有人，有众生。啊，有佛菩萨，我尊敬他，我向他学习。啊，有众生，我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帮助诸佛菩萨戒引众生。把佛法介绍给大家，快乐啊，受乐无间，永远是欢喜啊！啊，不见世间苦啊，世间人所有一切过失，你不会放在心上，你放在心上，你就有苦了啊。众人造的过恶不放在心上，当然你就不会嘴上不会说啊。为什么？你会同情他，你会怜悯他，你不会责怪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造恶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他本来是佛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迷了自信，没人教他啊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都说得很好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你不能怪他啊。传统文化大乘佛法丢掉了好多代了，你不能责备啊。啊，至少丢掉五代了。啊，我们父母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，高祖父母或者知道一点也疏忽了，你怎么能怪？啊，佛教也是如此。啊，过去疏忽了啊，今天没人教了啊。我这一生感到无比的幸运啊，遇到三个老师，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，我都不能成就啊。方老师是接引我入门，没有他，我入不了佛门。我对佛教错误观念改不了。啊，我是一个坚固执着的人。啊，叫我改变一个观念，非常非常艰难。啊，也就是从小公告我们，目中无人。啊，执着自己错误的看法，啊，不是我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，他没办法教我，我不相信他的。啊，就遇到方东美先生，啊，当时因为我是学抗战期间流亡。啊，所以想读书啊，念书交不起学费，学历很差，没办法考学校啊。但是啊，我会写信啊，文章还写得不错啊，那些有名的教授我都给他写信，有不少
都跟我回信约谈约谈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十几位有名的教授。啊，这十几位教授呢，最佩服的是这法师方老师。啊，而且我对哲学非常有兴趣。啊，我跟在学校不是在学校，不是在教室，在他家里。啊，他家里小客厅，一个小圆桌，啊，就是我们两个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每个星期2个钟头，啊，这样教出来的，我对他感激五体投地啊！啊，特别知道，啊，这种教学法的因机施教。啊，我虽然学的不多，就是悟性比较强一点。啊，我能听得懂，我能体会。啊，这认识佛教了。啊，没多久，大概3、4个月，认识张家老师。啊，这是佛学大家了。专门学佛的啊，他教我的方法有特别啊，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啊，单独跟他见面啊，我跟了3年，他老人家往生了，68岁往生的啊，我跟他，他65岁。我佛学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啊，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我听话了，我真干了，啊，他叫我读的书，第一部书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。啊，那个时候这书找不到，到善导寺、藏经楼借出来抄。好在这2部书分量不大，啊，我把它抄出来。那时候抄得很辛苦，大概一天可以写抄1万字，很用功啊。啊，因为藏经人家不准接触啊，只有利用星期假日空闲的时间，啊，到那个地方去拿借来抄，认识了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这老师教的，你学佛，你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你会走很多冤枉路。啊，所以头一个就要认识他。啊，那这2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传记，唐朝人所写的。啊，完全是揭露经典上的经文。啊，知道释迦牟尼佛的生平。我们这才找到了方向，找到了目标。啊，学佛10几年之后，这将近20年。我讲《华严经》，认识了净土。啊，特别感谢老师。
老师非常辛苦，多次的劝导我，我都没有认真去体会，没接受。啊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才知道，文殊普贤都是修净土的，不但自己修，而且还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这个景观呢，让我非常感动啊！大乘佛法里头，哪一个学人对文殊普贤不尊敬？那没话说的了。文殊普贤学念佛法门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让我深深感动。啊，我在细细的观察善财童子，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的。啊，当然跟老师一样，啊，仔细一看果然不错。啊，53参里头，他所修的就是念佛。啊，虽然到处访问，增长厚德智，就是无所不知，但是他修学还是念佛，其他的法门知识他听了明白了，了解了就够了，不修。啊，自己修的每一天还是老实念佛，没改变。啊，到第53参最后。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啊，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的多元宗教，对于任何宗教我都尊敬了，啊，我都知道那殊途同归呀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，啊，我都学，我都听，我都去读，但是我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这是从善财童子53参里面学来的。啊，什么法门？什么样的这个教都能包容，啊，只要他不是邪教，啊，都欢喜，都赞叹，都礼敬，都供养，啊，这些年来结的缘很广很深，啊，所以才永离身心。苦恼啊，自己的利益了，受乐无间断，那这是广泛的利益啊！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所感受的都是乐。啊，没有忧悲苦恼啊，没有这东西啊。第16大义门庄严，什么是大义？这有解释。净土是大乘善根界啊，界是个界限啊，净土是大乘善根。
一切平等清净啊，净土法门，一切两个字，含义深广无尽啊，是出世间一切法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，无疑不是平等清净。为什么称心呢？法法皆如，法法皆是。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讲得好啊，那是高等科学。显一体，一体是自性。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就是自性清净心，真心啊。也叫法性。为什么？它能生万法，它是万法的本体啊，所以也称它做法性啊。对自己来讲，自性。对万法来讲是法性，自性跟法性也不行。这个自性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家对它没办法，你找不到它。他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虚空是他编的。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因为他不属于这三种现象，你找不到了。科学决定有个对象，他没对象，但是他存在。啊，是一切法的本体。从一体呢，就起二用。啊，这个起二用啊，就是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”。嗯，它起作用了。第一个作用，一报出现了宇宙；第二个作用，正报出现了自己。啊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正报只是讲我自己，不讲别人。为什么？别人是我的依报，自己才是正报。啊，自己之外全是依报，啊，诸佛菩萨都是我们依报。啊，所以依报里头有有情众生，有无情众生。啊，情与无情全是依报。啊，起二用啊，这两种作用，它有现象。这个现象呢，科学家可以圆到。啊，但是这一体。自性清净圆明，他圆不到。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所以佛说，这桩事情为正方知。啊，
你不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永远圆不到。放下分别执着，它就在现前。啊，这叫恍然大悟啊，彻悟啊。啊，佛法跟科学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一点。除这个之外，它跟哲学完全相应。它比科学高，就高在此地。啊，这三种周边是现象。第一个，周边法界，因为起作用这个缘是波动，波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。波什么时候动的？没有时间。所以叫无时无明。啊，无时无明是个缘呐。这两种作用起来了。那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全都是动的，没有静止的。啊，这个波动现象，它才动，就周边法界。宇宙速度多快！啊，绝对不是光电磁能够相比。啊，太阳跟地球距离并不远，太阳光照在地球上要8分钟。啊，物质现象的波动跟精神现象的波动，才波动啊，已经周边法界了，怎么能比？不能比呀！啊，这个事情，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。啊，弥勒菩萨所讲的完全正确。啊，量子力学家发现的。啊，周边法界，所以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我们起个念头，不要认为不是别人不知道，那是假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全知道了。啊，念头才动，完全知道。啊，第二个现象，畜生无尽。念头一动，整个宇宙起变化，这就是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这个心才动的时候，物质外部境界就起变化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好？极乐世界人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他那个世界就那么样的安定，那么样的永恒。没有，它不变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化这么大？你看，比在历史上，比其他的朝代变化大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人那个脑子里所想的比从前人复杂，就这么道理。啊，以前人起心动念还有个道德范围规范着它。纵然有超越，而不离谱，啊，不太过分。现在道德规范没有了，因果教育没有了，宗教教育没有了，啊，人的妄想，人的恶念，没有规范了，那还得了？啊，所以感得的是社会的动乱，
啊，社会秩序没有了，会有一天社会秩序全部崩溃，那大灾难就来了，人祸。啊，另外一个手感就是我居住地球，啊，灾难就特别多。啊，这个灾难真正的因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。啊，我常常讲解叫它做五毒啊。啊，佛经上常讲贪嗔痴三毒啊，这两个加上叫五毒。这个五毒就把世界破坏了，啊，贪婪、感应的水灾，啊，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海水上升了，科学家估计，全部融化，大概会上升50米到70米，现在。陆地和沿海的边缘城市全部没有了，啊，贪婪所干的呀，啊，海啸也是贪婪的，啊，嗔恚所干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啊，温度上升，啊，地球温度不断上升，这是发脾气啊。所以学佛的人，如果不高兴发一顿脾气，你就把地球温度又加高了一点了。你干这个事情，啊，愚痴风灾，啊，飓风。啊，龙卷风破坏的力量非常之大，不亚于海啸、风灾。啊，傲慢对应的是地震、不平啊。啊，大地就震动了。啊，怀疑。那是所有一切罪恶的根本。这个怀疑是对什么呢？不是普通的怀疑，对于圣贤教诲的怀疑，对佛菩萨的怀疑，对宗教的怀疑，对圣贤教诲的怀疑。啊，怀疑你就不信他了，你就不学习他了。啊，那么贪嗔痴慢疑出来了，贪嗔痴慢出现了。啊，这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，地球上种种灾难的根本业因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居住地球上人天天在造业，无止境的在造业，你能叫灾难不发生吗？啊，所以祈祷有没有用啊？有用。啊，真诚心祈祷，祈祷是治标不治本。啊，大灾难时候祈祷，会把这个灾难化解了，不是真的化解了，退后了。啊，现在都不爆发了，或者爆发的时候爆发很轻，不严重。这祈祷有力量啊！灾难没有了，过了几天人就怀疑不相信了，根本就没有灾难，你们那个祈祷是假的啊！说灾难化解归功你们，你们胡说八道，都不相信啊！于是造物的时候越来越严重啊，这就又来了。
啊，越往后延，就灾难就越严重。为什么？这累积的恶业嘛，越深嘛，爆发就越严重嘛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现在很多灾难都应该是在99年、2000年发生的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全世界人祈祷。啊，古老的预言上说的嘛，世界末日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信仰宗教人都会为这个事情祈祷，推迟了，啊，推到现在爆发了，啊，现在这信息传过来了，如果大家能够相信，啊，认真的祈祷，2012的灾难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大家又会说，这假的。不是真的，玛雅预言是错误的，啊！大家拼命在造恶业，啊！过几年又来了，更严重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啊！所以也有预言的时候，我听说，2012不是最重的，现在开始，啊！今年是灾难的开始，啊！小规模的。啊，明年会严重一点，不是最严重，最严重应该是2013、2014，这最严重。啊，古时候遇到这些自然灾变，人会反省，会思过，会忏悔，会改过自新。那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啊！所以从根本上解决是圣贤的教育，是宗教的教育啊！但是现在宗教都一昧走上歧途，把宗教教育疏忽了。啊，我去年访问梵蒂冈，啊，跟教皇见了面，啊，教皇指派陶然枢机主教，啊，跟我们在一起交流，啊，他们也谈到地球灾变的问题，啊。我是给他建议，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应当把宗教教育恢复起来，这才是治本的方法。啊，宗教教育只要有个每个宗教有个10个8个好的传教士，啊，把这个经典呢讲透。讲明白，啊，利用这个网络跟卫星的教学，让全世界人都能够听到。啊，他们有既能接受宗教教育，我相信良心都能换起来。这才是真正治本的办法。啊，不然这个灾难无法避免。啊，这些主教们也都能够接受。啊，希望我们要快速度的落实，不能再拖延，拖延来不及了。啊，赶快落实。啊，我觉得这不是个难事情。啊，我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，到今年53年了。啊，53年，你看我们用这些工具，啊，用网络大概有20多年了，用卫星呢，
今年九年了，我们是从2003年元旦开始的，用卫星传播，确实收很大的效果，这是可以提供给每一个宗教做参考的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而且宗教要合作，要密切联系。宗教最好互相学习，我们带头。去年我们聘请汉尼夫先生，教导我们古兰经。我们底下继续要聘请讲解圣经的老师。犹太教一个长老，他告诉我，他们有600条戒律，我非常向往。他也答应我，会到找适当的时间到我们学院来讲他们的戒律。犹太教的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学的东西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。他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，值得参考，值得学习，这才真正是世界宗教是一家了，古圣先贤是一个真神的，世界才能恢复秩序，恢复到祥和。人类才真正能回归到幸福美满。现在的人太可怜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